芒种时节的水果种类繁多，历史最悠久的保养圣品是桑葚。距离现在2000多年以前，桑葚就成为君王的御用补品。桑葚的味甜之多，酸甜适中，伴随着种植桑树以及养蚕取丝的传统制造，因此桑葚又被称为是民间圣果，或者是紫色宝石。桑葚富含花青素、多种维生素以及贝塔胡萝卜素，具有乌法明目、缓解头晕目眩、耳鸣心悸、腰酸背痛的功效。大家可能很难想象，除了蚕宝宝喜食桑树的嫩叶，而成熟度较高的桑叶、桑树枝还有桑树根都具有特殊的疗效，因此桑树就被医学界称为整株都是宝的保健圣品。另外还有一种紫色植物也在这个时候盛产，那就是茄子。茄子的栽种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，茄子富含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，是一种物美价廉的食材。